随着跨年和即将到来的春节档期，有不少强片等着上映。特别的是呢，有几部电影都是找来歌手跨界配音，像是全球第一部 3D 布袋戏电影就找来萧煌奇还有尔令现身。另外呢，一向让人觉得讲话有一点不太清楚的卢广仲，这一回也帮迪士尼动画配音。Hello, I am Baymax. Tadashi programmed me to heal the sick and injured. 14岁天才少年阿广意外找到哥哥发明的医疗机器人杯面，却也揪出哥哥的死因并不单纯。他决定要改造杯面，和恶势力正面对决。改编自漫威同名漫画，震撼刺激的动作场面，加上迪士尼动画一贯的幽默动感，全美票房11月底就超过5000万美元。2014年最后一天抢攻台湾票房，片中超萌的主角杯面来到台湾，是由他来现身。希望这个阿广呢，在这个我们杯面公仔的呵护之下，能够健健康康。配音处女秀就是个超人气的动画角色，连卢广仲自己都很意外。因为平常讲话比较含糊不清，然后因为以前看卡通的时候，就是配音要很字正腔圆，因为像可能那些看卡通的小朋友才听得懂，所以要进录音室前有做，就在家里就是再稍微训练一下。那 NG 最多的台词是什么？可不可以练一下？最多台词，我的 NG 蛮多的。讲话不够清楚，但努力克服缺点，一样能诠释电影角色。像卢广仲一样成功挑战自我的，还有这一位。力量才是一切，没有力量就没有存在的价值。有听出来吗？这个声音来自于盲人歌手萧煌奇。他刚开始就是看我一直在摸我的那个点字的稿子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：“你不需要看这个稿子，我将掌握这世间永恒。”哈哈哈哈哈哈！丢掉剧本，导演成了萧煌奇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带着他配音，耗时10个小时才完成。全球第一部 3D 偶戏电影，让人惊艳的还不止如此。因为我一直觉得我很有女人味啊，结果老师说：“哎，你可不可以再温柔一点？我怎么觉得你很像男人？”啊，因为有一些声音就是。你是张默张哥哥吗？然后我刚开始我说你是张默张哥哥吗？唱歌的时候，阿令声音浑厚，爆发力十足，这回却得化身风骚女飞贼。2014年不止片商别出心裁，不约而同找歌手现身大荧幕，让这几位卖座唱将有了人生初体验。UDTV 向一斐、戴嘉怡综合报道。